老公在院子里做了一个原生态的叠水瀑布溪流，太美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水井和鱼池中间有一小块空地，老公说要做一个叠水瀑布，前几天已经把水管和电线买好了，过滤池的水沟也要挖深一点，下雨水好从这里流出去。我吃甘蔗赏你一口，来。你有病，好恶心啊，赶紧。水井外面这里我们还想做一个八角凉亭，我们大概亭子就这么大，然后流水就到那个角落里去，到这边啊，嗯，到那个角落，然后亭子的门从这边进去了，这边进去，然后到这边，这边也是有一个门。好，现在我们除了亭子的位置就剩这一点点做流水，到时候水从这边往下流再到池子里面去。可以可以，太热了，你看这太阳照的我五迷三道了。买了两个这样的中转箱，这个放在这里太影响美观了。你这样的挂的哈，挂的然后外面用那个木条房子给它捂一下，把这个管给它重新锯一下接好。只能口头的生命，只能偷偷看着你，总是没勇气。把地毯铺好，我是真的，塑料薄膜也要铺好。老公做叠水的造景，头发都快想秃了。地方小吧，看手机找找灵感。没办法呀，脑袋都想爆了。Hello， 真是无药可救了。小心哦，有操都不用。从来不敢奢求的我，你的美丽总是让你。这个缝隙要给它平满弧平的，不然的话水全部从下面漏走。你这样的填太慢了，我找个东西去填水泥。拿个什么？这个可以，就用这个。我用这个填啊。哇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竟然用勺子。你看这个都非常好用啊，哎呀，水泥师傅看到都会骂你，我跟你说。他应该向我学习。这样子顺眼多了。把石子铺在溪流上。只能偷偷的想你，只能偷偷看着你。这样的泥巴到时候下雨会不会流到井里去哦？应该不会吧。在山里面的小溪边找了一点石菖蒲，还捡了一些带青苔的石头回来造景。大自然的搬运工。还在路边上看见了两束这个野花，还挺好看的，粉粉的，挖回去。哦，我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好，皮大衣。毛茸茸的，这个应该是浮萍吧。真的没想到野花有这么好看，家花都还没有野花香哎。你也喜欢野花是不是？对啊，野花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老公，你太厉害了。你现在才发现？对啊，不是，以前就发现了。准备好喽，开闸放水。
完美。